截至2月19日24时，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，现有确诊病例56303例，其中重症病例11864例，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6155例，累计死亡病例2118例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4576例，现有疑似病例4922例。但是现在呢，湖北地区的情况已经改变了，也就是说核酸检测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了，并且现在我们已经是所谓清零，就所有的疑似病例或者未确诊的病例都可以快速的进行核酸检测，已经这个核酸检测呢目前呢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所以结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经过专家组讨论，这个取消了临床诊断这个病例这个标准，实际这也是这个当时那种特定情况下的一个权宜之计。